somos， 勉勉强强七十分咯。七十，那你听看这个，你眼睛闭起来。为什么要闭起来？你就闭就对了。嗯。And I try to film her without directors. So all the laughs and tears were randomly.嘉瑜，请讲评。嗯，加点酒会更好吧。好啦，干杯，干杯。想了，想什么？我应该要想什么？我们回去吧。不要！不要！走了。不要！不要！我还要喝，我还要喝。我没有醉，我没有醉。再陪我一下。Why and I shadow between the lights, the brave is long way behind. I don't mind how to tell the time, even sundials are alight. Dim the light, yeah. Blue light by the night. If I don't need you, I'd rather sigh. 你说。你总是喜欢透过我的世界看到你自己，那你的世界是不是也有我在那里？通常会从喜欢的东西吧，像食物啊、动物。你喜欢哪种动物啊？我小时候喜欢长颈鹿。
因为我总觉得他离开动物园的时候，好像大家都进得了捷运，只有他上不去的样子。但现在好像喜欢鳄鱼吧，因为鳄鱼的卵好像是无性别的，孵化前的鳄鱼雌雄不分，它是靠母鳄鱼孵化卵的温度来决定雌雄的，就只是这样而已。哇，真的开了耶。这是我来清大第一次看到梅花开这么多耶。对啊，因为梅花真的很难得。真美。那还有别的吗？对了，还有猫啊。啊，猫哦。你有去过猫底吗？猫底里面的猫超可爱的，我好喜欢哦。嗯。哎，我们去那边看看好不好？嗯。那鳄鱼生活好辛苦哦。就是错综复杂吧，但又带了一点尴尬。嗯。世界应该一望无边，但是一个隐形的玻璃杯就是会盖住视野。我以前都不知道梅园的含义耶。什么意思？直到后来我身边的情侣来过之后都分手了。是因为梅园吗？嗯哼。哎，这边很特别哦。以前有个笨蛋，经常带我来这里，跟梅校长谈心。那你对他一定很重要。怎么说？因为我也是。嗯。